Okay. Italy! Focus. I'm gonna block someone. 我们在这一个，这叫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斗兽场，很好看，很漂亮。然后我很冷，然后我们要拍照， yeah. You see that Kung Fu Coco? Kung Fu Coco. We're in the world's biggest church. 我们现在进来了，我们要进去里面，真的超级。 用什么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了？这真的是很漂亮。我们出来了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然后我们等下要下去那里拍照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在一个这叫什么地方？叫什么地方？Navano。 我们在一个叫Navano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要来吃东西，给你们看。然后我现在真的是很想要吃意大利面。我要吃 pasta。我要吃 pizza tonight，and we can eat pasta now。哈。 吃意大利面，然后这边有这个保暖，很舒服。现在很痛苦，因为我的纹身很痒，因为它这里天气很干，然后纹身在脱皮，所以它很痒。我们的食物来了，这里的食物。
价格偏贵哦，一碟面60块，四碟面就200多。可是我要期待一下。我的非常好吃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？ 很咸的，它面很好吃，不是很辣。我是我姐姐的什么 Alfredo， 我的最好吃。然后我觉得榴莲，好，主要榴莲。对，我是妈妈的，一人来一口。我妈妈的是那个，那说你家煎的。我妈妈的最普通，哎，我的最好吃。现在我要做弟弟了 ，carbonara。Yes。Good luck, man。他的 cheese 蛋。Good luck。哇，这么我弟弟的 cheese 有点太多。Toast to be gay. I love everyone. 我们吃饱了。我们吃饱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冰淇淋吃。Well, hello there. Oh my god！ 适合这种新的颜值。名牌街，然后真的是很多名牌 ，Prada、Dior、blah blah blah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So， 昨天。真的太累了，昨天一到酒店就直接洗完澡直接倒下了，所以没有录到昨天的一个结尾。那今天呢，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反正我们要坐4个小时的长途车，然后到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要出发了。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点，现在已经7:52了，看得到吗？所以我们要赶紧走了。嗨，我们现在在圈变，然后我是一个圈变的忠实粉丝，所以我到了圈变我就无法自拔，然后就买了。这么一大堆，然后这一个超好看，他们是只有这里有的系列，可是价钱是整个店最贵的，所以没有入手。哒哒，我们在吃晚餐，然后晚餐第一碟是。又是 spaghetti， 喝红酒，吃牛排 ，yummy yum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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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my。嗨，我到酒店了。明天会去一个我很期待的地方，就是意大利的渔村，然后不是渔村，这只是它的一个渔村，其实只是它一个名称而已。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、很漂亮、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渔村。不过，对，反正就是很漂亮。嗯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明天再见。然后我现在脸超红。因为我是一个只要喝一点酒，脸就会很红的人。好，那我们。
们明天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是我的 OOTD， 然后还有一件超级夸张的毛毛的大衣，对，然后今天要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耶、yeah! ！全部人都穿三四件，只有我一个一件，不过我等下还有一个外套了，哈哈。姐姐，你怕尴尬嘞？你们看多美！我们现在就是要沿着这条，沿着这条路往下走，才能到我的心里哦。超漂亮！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一个上去，到上面就可以拍到照片了。Hello， 大家，超漂亮的。拍完照了，我们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拍照，然后现在来吃饭，耶、yeah ！这个超赞。我们吃完了，然后我叫你。一定会有人问色号，是这一支，我最近都一直都很喜欢用，它的牌子名字叫 Candy Lab， 然后色号是7号，颜色超好看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们看这个，超大包。我们到了那个叫什么？我们到了披萨斜塔。我们现在在吃晚餐，不过我们就是随便吃一点，然后等下肚子饿了再回酒店吃泡面，因为今天的行程没有吃晚餐，因为今天是星期日，所以很多餐厅都没有开。嗨嗨，我们吃完饭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逛超市，我们在看有什么马来西亚没有的零食，准备买回去，然后可以送朋友什么的。这边真的很多新的东西，没有看过的东西。买，发现这里很多巧克力，不过我应该不会买太多，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要回马来西亚我就要减肥了，因为真的是不行哦，我在这里每天都在吃碳水化合物，每天哦，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，都是面啊面包啊，然后根本没有吃到蔬菜，没有吃到任何比较有营养的东西。全部人都已经不见了，他们好像已经坐船走掉了。这个超可爱。
it had to be done.